这是老爹裤吗？除非是这个，我感觉像是这个。这个是老爹裤还是这个？我觉得右边的老爹一点吧。这个吧，这个吧。我不太确定哦。圆领半开门襟套衫。我们目前就找着一个这个半开门，其他都是像我一样的双开门。哦。时尚没有定义，但流行风尚在不断被定义和缔造，这就要求时尚行业的工作人员具备与时俱进的审美思维、色彩搭配与拍摄能力。本期调查员们将走进Over 时尚工作室，风宝装是那个，开启时尚行业的职场体验。来，优雅伸展，我要拍特写。OK， 我非常棒。好有艺术感啊。对呀、啊、Hello 大家好。Hello, 早上好，欢迎大家，我是 Over 时尚工作室的主理人。大家有接触过时尚行业吗？有看过电视剧？只看过剧。那呢，时尚行业它其实是一个涵盖非常多领域的一个这么一个行业。那其实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很多项目就带大家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时尚行业的魅力。那跟着我去二楼的会议室。好。Oh my god！ 哇，这是我们的杂志大片。方便盒。哇！哇哦！肖阳，你看，特地为你放了一张你的照片。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要解谜吗？坐坐坐坐坐。这边没人坐是吗？我可以坐吗？坐坐坐坐，就是以你的照片为作为背景。Me plus two。如果现在什么都不说，你们会先把谁投出去？先投出去再按身份。人缘太差了，没办法。欢迎大家来到集时装搭配、拍摄、潮流趋势捕捉为一体的 Over 时尚工作室。今天将会是被时尚包围的一天，也是适合认识新朋友的一天。现在有请新朋友入场。又有新朋友。哇 ！Hello， 朋友们好。好久不见，各位老师好。Hello。我叫李浩源。我觉得优秀的人应该到优秀的平台，大鹏一日成功起，不要只上九万里。他的表达能力是我们面试到现在最强的。各位老师好，各位小伙伴好，我叫李浩源，希望大家多指教。哦，你这有点侦探的样子，有点卧底的样子。我以为今天是黑客帝国的主题。今天还会有一位禁调局特派员加入禁调任务，特派员在本期拥有一项特殊权利，他是你们的老朋友，欢迎洛绿。哇！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今年入职香港办公室的合伙人佳莹。我是上海人，但其实我是做香港法律业务的。太帅了！我是来代教踢馆的。我走，我们走还不行吗？先不用，先不用。接下来发布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本轮调查员将进入服装间，体验服装搭配的工作。
要想成为合格的时装编辑，需要对当下每种风格的流行保持高度的关注，并对其特色单品的属性了如指掌。参与本任务的调查员们将拿到一份搭配清单，其中有四个穿搭风格关键词及对应的标志性单品名称。调查员们需要根据清单完成服装搭配，在15分钟内找出对应单品，并全部搭配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项任务只能由男生调查员参加，请男生们集体出动完成任务。超出我能力范围了。我的妈呀，那能搭出来什么样啊？你们是为了节目效果不遗余力啊。在出发前，女生们可以向男生们传授经验，请各位抓紧时间沟通交流。Hello,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Hello, 大家好。这个环节的话，我给大家四个任务，然后大家需要根据就是四张任务卡里面的指定单品去搭配一套符合这个风格的穿搭，需要在15分钟内找好并穿到假人模特上。分一下。多巴胺，我感觉我可以。我美拉德。你美拉德。美拉德。我马德琳吧，给他们好，都可以都可以。千金马德琳，它是没有指定单品的。我真的可以吗？但我不太知道美德琳。霍姆宝猫是谁啊？千金马德琳啥意思啊？千金马德琳，是不是那种比较富贵小香风？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千金红。对，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计时开始了。开找开找。古巴领衬衫，你知道古巴领吗？古巴领是那种，我感觉是，我觉得这个是古巴领。古巴领就是你看那些南美的那个什么的话，他们的领都是敞开的。哦，比较敞开的那种七分裤，裤子七分裤。这是七分裤吗？七分，我觉得这个是七，这个是七。霍姆宝帽，我觉得是那个，霍姆宝帽是那个。有一个帽子是吧？这是女士的吧？但是活力常青藤也未必是男的，就他跟男装哦，男装一个卧底。我觉得是这个，因为他贝雷帽其实是这个。这是女装吧？我不听你的，你是卧底。霍姆宝帽是哪个？哎呀，你那个太牛仔了。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他说这个是牛仔。我们先把其他三个敲定，好吧？我们先把穿上去，先穿。不行，我感觉看他们好好笑，就是这种看自家孩子进去。哦，那就是，这个是哈雷夹克吗？哈雷唱皮，可以的。哎呦，老爹裤，爹裤，睡觉老爹裤。这是老爹裤吗？说不定是这个，我感觉像是这个。这个是老爹裤还是这个？我觉得右边的老爹一点吧。这个吧。阿斯科特领巾。哎，是这个吗？我不太确定哦。圆领半开门襟套衫，我们目前就找着一个这个半开门，其他都是像我一样的双开门。蛋糕裙，蛋糕裙。凯哥拿了个什么玩意儿？凯哥怎么拿了个这个裙子？飞袖衬衫，口琴包，前进帽，凯哥已经给人家穿上了。凯哥这个主要是凯哥那个裙子是不是？对，他裙子不搭好像。凯哥，黄凯，凯哥，凯哥还有别的裙子吗？换个裙子，你看有没有那种一层一层的啊？换一个裙子吧。啊，
一层一层的裙子。哦，哎，这个环节费嗓子呀。雅琪，这个吗？这个不蛋糕。凯哥，你手上的裙子给浩源。给我，给我。和他那个粉红色的上衣感觉是一套哎。能配吗？你的牌子举反了，那个字看不见。能配吗？眼镜不要。然后包，包可以，包可以。哎，我觉得浩源的一个那一套应该是对的。对啊。多巴，那个裙子。蛋糕子。哎，这个是吧？这个有这个蛋糕裙吧？啊、这个，我觉得裤子要想一下，因为那边还有七分裤。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其实比这个比那个大？这是裙子吗？这是裙子吧？这是个啊，这个裙子，这是裙子吧？不好意思，你有问题。但是活力常青藤也未必是男的呀。男装，男装哦，男装，一个卧底。胡一浩是真的直男还是卧底啊？你有问题，你专门害我。还有三分钟。哎呦！哎呦！我以为他有问题，我觉得他刚刚在阻碍我。我本来换完了。他说校长是坏人吧？我在猜会不会可能这次卧底都是男生。这你都看出来了。你演技一般般，只能说明我是好人。现在给你个机会，你到底是不是个好局长？局长最好的一定是这三位，我只是特派员。帽子，帽子，帽子。这个，对，这个，我们刚刚这个非常好，完美。前进帽，前进帽，前进帽呢？那里，这不会是这是我的？哎，谁把我霍纳姆帽拿出来了？这是前进帽吧？什么？多巴胺前进帽？没事，只要不掉就行。前进帽，他把我的帽子拿走了，回去是吗？前进帽。还有一分钟，前进帽，前进帽，蓝色，这个吗？这个，这里也是青果岭，你们看搭哪个更好一点？我觉得青果岭外套，这是外套，这个不是外套哦。青果岭是这个，我那个礼服就是青果岭，就是这样的。昨天对啊，赶快换，赶快换，还有十秒钟。好，时间到，任务结束了。可以，上套场了。然后老师，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然后这套搭配的话，有一个错误项，帽子吗？可能是，我不可以告诉你。然后，美拉德这一套，有两个错误项。啊？美拉的卡片给我看一下。老爹裤。这还不老，然后活力常青藤是有一个错误项，千金马德琳的话是通过了。哇哦！走吧，我们先回去，他们弄那个。
接下来发布第二个职场体验任务，本轮全体女生调查员将进入摄影棚体验飞艇拍摄的工作。时尚工作室最具标签化的工作是杂志拍摄，要保证正式拍摄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保证拍前飞艇的精准有效。飞艇拍摄需要在有限的影棚使用时间内准确完成试穿和拍摄。下面请各位调查员分工协作，在30分钟内完成4套 look 的飞艇拍摄，每套 look 都有固定的拍摄指标，拍摄成片得到专业从业者的肯定则算挑战成功。男生调查员将继续完成任务一，各位调查员们可以出发了。走吧，走，我们要带东西。哎，又见面了，见面了。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比较熟了，每套衣服可能可以就每一个过一下嘛。对对，我也这样想。那我们就15分钟计时开始了。这个错一个，讨论一下，看一下常青藤。我离你们远一点，我先怀疑你。对，大家都保持一点距离。这是个七分裤还是个5分裤啊？我们把所有的裤子比对了一下，这个最像七分裤。这是霍姆堡帽吗？霍姆堡帽，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它挺搭这个风格。还有10分钟。青果领外套，我觉得问题出在青果领外套。青果领外套，我其实偏向那个。哪一个？这个也是青果领。活力常青藤，哎，但这个确实很活力，对吧？我觉得这个有点。那要不我们用这个方案？对，我觉得可以。你过去，离我远点。我在照镜子，大哥。我们在完成任务，你在照镜子。对啊，这是不是也？不是，你自己弄吧。这是不是也算衬衫？对，我刚刚其实就有点疑惑，这个是不是？但是我，哎，但会不会这个颜色呀？跟卡片其实有点。那能确定的是这个，这个可能对。那个多安，那个，觉得是哪个出了问题呢？这是不是也算衬衫？感觉没啥用。我觉得这个裤子应该出错了。啊，那我现在给你们简单的教学一下。好。哦，那个第一个摁的是什么？这是闪光灯的测试键，让它就是确保可以闪。哦 ，OK。再往这边站一点。好，我先拍一张全身的。好。转侧面45度，可以可以。好，背面。好，拍个半身，正面朝我。对，好。哇，这一张好好看。基本的飞艇 look 就是需要你拍正面、侧面、背面，所以就是不管侧面还是背面，它这样转头都是没问题的，是吗？平常的简单也就好，因为这个飞艇的服装就需要你们简单展示服装的效果就可以了。好，需要我知道什么吗？两位模特在拍这个全身照的时候，不要这样转头，然后真的做动作的时候是在场景里面，就是重心在中间吗？老师？对，直直的站着就可以了。哦，就是拍衣服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对。老师，酷飒和活跃怎么同时呈现？因为有3张嘛，然后你就不同的找这种感觉。请问这2套衣服是我们2选1哈？2选1。老师，请问有2个试衣间吗？老师，你这里有回形针吗？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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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积极。
太积极了这个状态。反正我要拿卧底，我是绝对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这么一说更好奇来了，要是真是卧底那就服了。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倒计时开始之后就不能再问我了。好好好，那就倒计时开始。那我先去哈，我们先办第一套道具。注意一下，桌角是往前，这样。机器歪一点，厚一点，往右。对，那桌布就不对了。你先把它搬起来，我去搞桌布。这样可以吗？你们回来一下。好。哎，好多了。对对对，这个差不多了。朋友们，我来了。快过来，我去试了，我去试了。好，凑过来。好，背过去。好，然后半身。OK， 场景来，这个以坐姿为主。哎，不要挪椅子，椅子不能动啊。哎，我先拍个全身看一下感觉。我要拍特写，特写好拍。模特，我们一起看一下。好，这一张应该 OK， 这张肯定 OK。老师检查吧。好。耳环为什么没有戴啊？耳环？因为执行要确认一下模特的衣服，因为它每个细节都要一样。我来执行吧。有个耳环在上面标的、我不知道。那现在戴耳环。那个言语，那你等一下，他要这套拍好才行。那个雅琪，你快点，我戴好了一个。提示一下，大家还剩20分钟哦。快快快！好了好了好了，重拍，快快快！不用试那么多遍了哈，就按刚刚的来。45度，背过去。好，你去坐凳子，我拍一个全身。可以了，可以了，来看一下，不要拍了。老师检查。看一下。加油加油。老师，你的半身没有拍。来 ，right now。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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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OK OK， 快快快快换衣服，你们摆景，我们在这拍。测试45度，背面，半身转过来，来，我们3、2、1，哇，好累。可以来。慵懒，你最行的慵懒。提示一下，倒计时15分钟了。来，往那边，往这边来一点，离咖啡近一点。我好了。雅琪，你书先摆下。我在找，站在道具旁边。和你叉腰啥的。好，确认一下，确认一下。可以吗，老师？我觉得我选不出3张。啊？再来，是不好看的吗？那个，你这样拍呢？就是相机稍微仰一点。嗯，对对对对对。你去拿的那个动作的过程中抓拍呢？你就一直前后。对。行，老师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好。这个插兜的是挺好的。老师怎么微笑了？好吓人啊！老师很好看的，我觉得拍的挺好的呀。刚刚那个挺好看的呀，这个插兜的是挺好的。我觉得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谢谢老师。来，朋友们，我们摆东西，摆东西的过程中，我们先拍一下白板，可以吗？听到张雅琪的声音，那边那个任务看起来要更头疼一点。
两位，哎，现在全场身份最好的可是你啊。对，带领我们下一轮，你出谁我就出谁。可以，可以，你真敢答应？那必须答应啊！该是时候自信起来了，我觉得。你不是承诺今天全程自卑的吗？哦，对对对，那还是回归自卑吧。一个人待着真有摄像头跟着。啊？那可能狼不一定是跟人互动才能刀人。哇，这是我们的杂志大片。哦，就你记不记得咱们来的一路上都有我们每个人的照片？我就对某个照片做什么，有可能就会把那个人给……哦，有道理。不行，我要去检查一下我的海报。在场的好人听好了，我海报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哦，我看到了，网易被画叉了，但是不确定他们是自刀还是干嘛。他的上面有红叉吗？有，就在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哦，在手腕上有一个小红叉。对。那马克笔卧底什么时候拿到的？那个房间里会有一只，那只马克笔在那个你背后那个架子上。这儿有，我把作案工具全都没收了，放几只在这儿，就放这儿，大家都看着吧。OK， 非常棒。然后转过去，转过来拍半身 ，Nice， 上上上，黄的在前。哇，你怎么坐地上去？要这么低的角度，要有你的流苏。哦，我觉得差不多了，老师能看一下吗？好。嗯。哎，这个。哎呦，挺好看的。对不起。OK 了，可以了。啊！典雨到你了。倒计时十分钟。还有十分钟。我先不换衣服了，我来帮你们搞这个啊。言语的衣服上有个胸针，拿了没？好，差一点点。这个你自己带，快快快快快！摄影师准备，三二一，45度的背面，哦，这里的半身，好看的。OK， 可以吗 ？OK OK， 去撤撤撤人撤。雅西看一下花，好，一前一后。倒计15分钟，快快快快，来，优雅伸展。延展，好的。我是觉得你，如果你坐着，然后手是往外的话，就自然而然的延展。好，你就坐着，然后拍几张，就不行再说。好，撑着。右手搭出来，右手搭出来，对。还有3分钟。让他看一下吧。对，老师，老师，可以，老师，行。有3张吗？好紧张。OK 了，可以了。OK， 完成了，谢谢老师，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拜拜。接下来发布第三个职场体验任务。本轮调查员将进入工作室主理人办公室，体验色卡记忆的工作。完了。身为一名时尚行业从业人员，需要对色彩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全球时尚界的权威色彩机构潘通每年会发布全球流行色。潘通色彩沟通系统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交流色彩信息的国际统一标准语言。调查员们需要在10分钟的时间内记住24个潘通年度流行色，10分钟后接受随机考核，需要判断抽出的颜色是否是潘通年度色，并正确回答出年度色号的名称。本次任务的参与人数为2至5人，请调查员们讨论出参与本任务的人员。任务一也将继续开放，本轮任务一无限男女。走，出发。146。
146。好好难啊！Kim， 你完蛋了。Hello， 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老师好。这个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任务，24个颜色潘多色卡，我们需要在10分钟内记住这24个颜色，并且还有它对应的名称。现在开始计时。姐回来计时了，计时。10分钟记忆时间开始。我记这六个。一人记两行吧，那我就记这两行了。哦，那我记上面这。好好。你们四个分工，然后我统一记，好吗 ？OK。你记什么？我在记，把名字记下来。觉得可能红色比较难分吧，所以专注记一下红色。明浩，你把红色专注记了。探戈局和射手，怎么就给我这么难的？倒计时1分钟。10分钟记忆时间结束。完了，完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色卡刮刮乐。各位调查员们需要从36格的刮刮乐板子当中刮出8格，判断是否为年度色，并正确回答出年度色号的名称。一旦回答错误，则任务挑战失败。当然，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混淆色影响你们的判断，这要看你们自己的记忆力。加油！走吧，我们一起走吧。走吧，这一次手挽手，手挽手，我就不信。等会儿又见面了，又见面了。笔呢？给我。等一下，等一下。不用笔，为什么要笔？要自证。不用自证了，我们先完成任务。哈哈，好无奈，笑阳。我觉得笑阳肯定是狼王，他现在的心态就是暴露我吧。我走的时候可以带走一个人。先完成任务，我们先完成。这里有他自己，这里有他自己。你先那个，我去拿笔去。你为什么要拿笔？先完成任务，先把我怕别的坏的把插了，那他就落后了。一次只能死一个，但是我拿笔只需要30秒，你可以看着我，去吧，懂吧？啊，你可以看着我。给我，你能放开我的手？不行不行不行，你这会儿把我好，他开始眼神扫了。他在拖延，对，不是他眼神在扫了，对，雅琪，你看他就在拖延，你看他开始拖延了，我还没有，你看他不想给你，那你们把我给放开，我帮你，不行，不可能，体力局，体力局，体力局，等一下，凯哥，你拖住他，我给他穿衣服，好，你双手抱住，小心他跑啊，这，然后帽子是哪个？帽子是哪个？这个，这个手臂怎么穿进去啊？不是。选手的酒店选择，对，我没。小心小心，他要跑了。没有，抓紧抓紧。好，我抓紧。用点力。好，我抓紧了。抓紧。还有10分钟，抓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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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衣服，你们怎么穿的？我现在想去卫生间，可以吗？不行。快点快点，帽子是哪个？绿色的。帽子错了，还有这个还排出了一个其他的帽子吗？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帽子？这所有的帽子都在这儿了。我感觉他在护住手上的那个红色的印记，他想用手上红色的那个来这个也搞掉。
帽子。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的。现在宣布，本轮职场任务完成情况。第三个职场体验任务，挑战成功。这个有点像孔雀蓝了那种。没有孔雀蓝，不在。恭喜你们，对。哇，这个好死啊！我觉得这也是一块，也不在打扰。Ultraviolet， 对。好像是什么红，虎皮百合橘，有点像。我觉得是探戈橘，打扰。虎皮百合橘，没错。哎、哦，换一个。多什么？多打一些、啊。这个容易，柔和桃。没问题。左边第二好天蓝。对的。哦。草木绿吗？没问题，要么是松石绿，要么是翡翠绿。松石绿，没错，感觉是个需要。我真是谢谢你。好，你的运气到此为止。这红好像不在，不在。对的。耶、yeah ，我感觉是经典蓝。对的，还剩下一个。耶、yeah ，哎，好、oh ，是像那个含羞草黄像不像？不是含羞草，亮丽黄，亮丽黄。我觉得不像哎。亮丽黄。哦哦，对，亮丽黄，没错。OK。各位调查员，第一个职场体验任务，挑战失败。啊？常春藤有一项错误啊？对，这个叫冷帽。啊？霍姆堡是那个皮质的。